00后都这么沙雕的吗？一会儿还能不能听话了？你们要做老师的什么？啊？那你做什么？狗腿子。这学生胆子不是一般的大。我想跳舞。谁又羡慕了？是天堂没错了。熬夜起床了。哎呦头套一戴谁也不爱、啊、后排说的算。看着邻居家的草药铲追着雨落，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，他都去过。算得上是他最喜欢。他走到吧台先点了一杯威士忌酸。老师可吓坏了咱们新娘子。讨厌。宿舍还能凑齐18罗汉。课间的快乐都是男孩子给的。凉风快地踹我腿，那么动我的后脚，一股凉风屁股动棒样。我蹭蹭的走，用手擦过的大背摊，带个激动背滴滴。看这表情，绝对有大事发生。我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，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，满面桃花。这是什么造型，挺别致啊。忘记带纸巾了，老师去给他送纸巾，大概蹲了20多分钟吧，然后脚麻了，一路扶着墙回来。没点社牛干不出来这事儿。这场面谁不爱呢？宝贝晚安，宝贝早点睡，我还要去下一场派对。